在这校园的停车位僧多粥少，高雄中山大学机车停车位不太够，只要学生违规停车就会被校内的车管会给拖掉，必须要缴交400块才能够赎回机车。同学们呢是好几次抗议无效，最后呢是改用哭诉的 MV 来唱出心声。几乎我是看到地上的白色粉笔，我的眼眶怎么这么红？机车违停被拖掉，要缴400元。中山大学的学生用歌声唱出不满。我已经什么都没有，连车子你都要拖走。只不过是看到地上的白色粉笔，我的眼眶怎么这么红？曲风从抒情变动感，学生热情唱跳，搭配超酷手的歌词，告诉你要花400块赎机车真的很痛。如果我有400块，那我可以去看电影2次，头发还可以剪4次。高雄中山大学机车停车位长期不足，学生多次抗议违停拖掉都没效，才想出拍 MV 用唱的。学生们自导自演，每一句歌词都让在校的学生很有感。